阿梅啊，阿梅，你别走，为什么要离婚呢？我不活了，我不活了。哎，你这爱情没了能怎么样？咱们就专心搞事业呗，是不是，小王？是，我现在啊，我不要事业，我也不要爱情。你不要？我现在，你要啥？我要上厕所。你急，急有点急。慢点。 等会儿，待会儿接着喝。走，就这儿吧，走。罗刹街。 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哎，全哥，阿全，阿全，全哥。 年轻人，大晚上的不要到外面乱走，容易去错地方。 是你来错地方。 本人曹彦兵，男，23，家住罗刹街，就是刚才你们看到的那条街了。罗刹街是灵界成千上万条镇魂街中的一条，而我，就是那儿的镇魂将。哦不，前任镇魂将。你问我为什么成了前任，而且有家不回，在人界送外卖？哼，全都是因为群英殿的一纸。 通缉令。怎么，曹彦兵还没抓住吗？戴锦涛，曹彦兵自在雨林街杀人毁鞋之后，一直没回罗刹街。 行踪不定，神出鬼没。
实在狡猾得很。又是这几句，几个月过去，每次都只会说这些。你让首领怎么跟林玉交差？末将愿意领罚。罚你？罚你有什么用？末将有一事不明。说。曹彦兵被通缉的罪名是杀了羽林街的镇魂将南玉夫，可经过调查，此事是南玉夫入侵隔壁菩提街，烧杀掳掠，摧毁神树在前。曹彦兵杀他，本也不算过错，可林玉明知如此，为何还急于捉他？李孤城啊，李孤城，你真以为为了一个南玉夫，就值得让林玉这么大费周章地命令我们通缉他？林玉为什么要设群英殿？林玉乃是这林界的核心，林界之外的广大区域就是镇魂街。街上住着林界的原住民们、林人，这些人自古就由林玉掌管。镇魂街之所以危险，是因为街上弥漫着恶祟之气，能侵蚀林人的意志，将其异化成恶灵。为了镇压恶灵，林玉找到人类中一种叫祭神人的群体，他们体内的元神之力能令其穿越人林两界，并且化出一种名为守护元神的独立形态，用以战斗。林玉请这些人来镇守各界，击杀恶灵，视为镇魂将，同时默许他们可以将人界食物带入林界。而我们群英殿的设立，正是为了管理那些数量庞大的镇魂将。没错。那对于那些能力强又不服管教的镇魂将，林玉的人就只能找口锅，让他下地狱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属下一定加紧搜寻，争取早日捉拿曹彦兵。嗯。不行啊，再做一百个。老妈，我有时候真怀疑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妈。说什么呢你臭小子，这点苦都吃不了，以后还想不想当镇魂将了？想。那不就结了？你要记住，想要在镇魂街立足，就得变强，只有足够强大了，才能守护你想守护的人，明白吗？嗯。再做两百个，去吧。做了好几个礼拜呢，不许嫌弃。总之，生日快乐！以后我保护你。看来我们家的臭小子终于长大了。嗯，项链好看，谢了。哎，帮老妈戴上。嗯。老妈很高兴可以收到你的礼物，还有你想保护我的心。不过呢，比起保护我，老妈更希望你可以好好保护小亮，
保护好罗刹街。这是当然的啦，我会努力变强的。以后你、小亮，还有罗刹街，全归我保护。嗯，老妈相信你。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礼物，谢谢你把罗刹街保护得那么好。保护罗刹街是我该做的，这怎么好意思？哎，你就收下吧。谢谢，我去忙了。嗯，小亮小姐。小曹将军，生辰快乐呀！这么特殊的日子，你哥曹彦兵也该回来了吧？群英殿这么厉害，一定能找出一个比跟在我后头更聪明一点的抓人方法，对吧？小曹将军，据我所知，你们兄弟俩父母双亡，这么多年来一直相依为命，如今啊，你哥变成通缉犯了，下落不明，就算今天他不回来，我们兄弟倒无所谓啊，接着等就是了。这最失望的人应该是你吧。哎呀，这一个人呐，孤零零的过生辰，连句亲人祝福的话都没有，小小的年纪，未免也太凄凉了吧。我怎么样，不干你们的事儿，我不赶你们，是知道苍蝇赶了一批，还会有下一批，懒得动手。但这并不代表，我被惹烦了，不会拍死个一两只。我说你这十几岁的小娃娃，学大人说狠话之前也不先掂量掂量你自己。我们可是群英殿的人，拍死我们你敢吗？你可以试试。有什么不敢的？小林姐姐，什么炸毁雨林街、杀害镇魂将，十恶不赦，罪大恶极，你们调查清楚了吗？我看你们才是是非不分，颠倒黑白。哪儿来的丫头片子，不要命了？敢接我们群英殿的通缉令？胡说八道的东西，不撕他留着过年吗？整个罗刹街谁不认识曹彦兵？
你们张贴一个通缉令，还贴到人家家门口呢，存心恶心人是吧？我就是存心的，怎么着了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哪条街的？信不信我连你一块抓了？别在这狗仗人势了！我虽然是继承人，但不归你们镇魂街管。想抓我，来人界抓。用不着去人界，我现在就抓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李轩辕。全都解决了，还有什么吩咐吗？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小亮将军不只有他哥哥，还有我这个姐姐，他可不会一个人过生日。拿上通缉令，给我滚出罗刹街！我今天就放你们一马。这个可是我在网红店买的，排队排了好久呢。夏琳姐姐，嗯，你真好，居然还记得我的生日。你的生日我当然记得了，快许愿吧。嗯，人家的东西就是好吃。嗯，好吃吧？你要是喜欢，我过两天再给你买。那是我哥跟老妈。哇，你妈妈好漂亮。你哥都没跟我说过你们爸爸妈妈的事儿。在我一岁的时候，我爸爸就过世了。我三岁的时候，因为恶灵，老妈也走了。从那以后，都是我跟哥哥相依为命。小亮，嗯，对不起啊。不要紧了，其实我对这些都没什么印象，这些事情都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发生的，后来才听哥哥说起。打我记事起，我身边的人就只有哥哥。怎么了，姐姐？都怪群英殿那些人，要是曹元兵不被通缉的话，怎么可能会让你一个人过生日呢？怎么是一个人？不是还有姐姐你吗？不仅记得我的生日，还帮我教训了群英殿那帮人。这段时间那些人天天缠着我，我估计卢刹街不好跟他们硬碰硬，憋屈坏了。你帮我揍了他们，我可太解气了。这算什么呀？你夏琳姐姐我可是跟你哥打过怪的，以前你哥救我的次数这一个手都数不过来，我刚才帮你就算毛毛雨。哎，姐姐，嗯，那你知道我哥在哪儿吗？他没跟你联系吗？嗯，也不算完全没联系。他刚被群英殿宣布通缉那会儿，给我发过一封言明信，叫我看好罗刹街，别信群英殿的说法，也别理他们。后来就没有回来了。这个曹元兵真是的，不跟我联系就算了，跟你这个弟弟也惜字如金的。都怪我，因为要回人界忙着毕业的事儿，就跟你哥分开了，要不然我肯定把他抓回来陪你过生日。没事儿，我哥不回来才好呢，群英殿巴不得他这时候回来自投罗网，我有姐姐你陪着已经很开心了。嗯，你哥哥不在，但有姐姐在，多吃点啊，咱把这蛋糕全吃完。嗯嗯，好吃。姐姐，
你平时忙吗？姐姐工作太忙了，连周末都没有。哎，社畜不配有周末。小亮，我先走了，生日快乐，照顾好自己，等过一阵子来看你。嗯，姐姐再见，路上小心。拜拜。小亮，小亮，还认识我吗？啊，我是你王莽叔啊。咱们都多少年老街坊了，两年不见，长这么高了啊，差点没认出来你。是啊。哎，王莽叔，你今天怎么突然过来罗刹街啊？今天不是你生日吗？这西湖街跟罗刹街相邻多年，我这做叔叔的怎么不得表示一下呀？啊，王叔您太客气了，您的心意我领了，但这礼物您还是收回去吧。你这小子啊，俗话说得好，远亲不如近邻，更何况我们是一家人呢。啊，你呀，可不能寒了你王叔的这份心呐。啊，叫上你哥，咱们一起去叔那儿，叔给你订了一个特别大的蛋糕啊，咱们一起庆祝庆祝啊。王叔，你看这时候也不早了，我就不去叨扰你了。况且我哥这也不在啊，不如下次，下次等我哥回来了，我们再一同上门拜访你。哦，你哥不在啊。既然这样，这份礼物，我想就更得好好收着。王猛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你应该问一问，我想要什么。出来吧，不用藏了。不少啊，但你不知道，我最擅长的就是以一当千。唐刘宇，这副手铐就是用锁神石打造的。以一当千。给你某叔当一个看看啊！哼！哎呀！你哥呢？被通缉了这么久，都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。我还以为啊，他就藏在这罗刹街呢。既然你哥不在，这条街……就归我了。
上。刚才是你动了我弟弟，是要死的。怎么样，小六，没伤着吧？我没事。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群英殿的通缉令还在墙上贴着呢，你快回人间藏好。罗刹街这边，我能搞定。你能搞定？早就跟你说了，做了镇魂将不能心慈手软、轻信他人。这个王猛一看就贼眉鼠眼，不像个好人。也就只有你会上他的当了。说谁贼眉鼠眼呢？你们长得很帅吗？风妙雨，来者是客，没想到还带了份礼物。许褚殿威，好好回礼。这不可能！不不不，不是两个。像这样的守护元神，老子一共有七个。许褚殿威，给我上！风苗雨，上！许褚殿威，送小亮回去，我来解决。滚滚滚滚，哥哥小心！
装神弄鬼。真的是你吗？老妈，老妈，真的是你啊，老妈！乖啦乖啦，老妈回来了，再也不走了。我好想你。跟我来吧，燕冰，还有很多恶灵要杀。老妈，老妈，快点，燕冰，跟上。燕冰，这次你还是来晚了。老妈，老妈，老妈，颤动着慢慢倾斜，我们穿过浓烟，无畏风浪裹挟，便赤足上前。 I will never surrender， 多少的热烈让梦也让爱也都湮灭。 I will never surrender， 解开的凶险，在命运的刀尖，剑上只剩伤怨，感动成一缘。